兄弟们，夜深了，刘二又来了。凌晨1:35，这是荒郊野外一处神秘所在。对于此地说法不一，只知道年代悠远，废弃已久。恰逢月夜朦胧，刘二在大树杂草间艰难穿行，竟发现神秘洞穴入口更有各种奇怪塑像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？哦，这地方真有建筑物啊！哎呦，哦，这个地方真有房子呀！哦，哎呦，哦。哟，这伙计还在那录吗？哟，这个是厨房吗？嗯，看这儿，哦，这是个炕呀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一个炕，一个火炕。这个是干嘛的呀？在这个角上。嗯，这也是一个房子啊，但是已经长草了。哎呀！哎呦！哦呦，这里边怎么进去啊？啊，全是草。真是个荒原了啊！这个地方可以演个聊斋呀。演聊斋是没有问题的，看这有台阶。嗯，看这边。这块哦，这个地方之前应该是个殿宇。哦，这是哪个大侠呀？好家伙呀！好家伙呀！好家伙！哎呀，大鼻孔，看这大鼻孔，看这蜻蜓，哎，这蜻蜓飞过来飞过去的。哟，这里边，哎呀，看里边。哦。这里边不会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入口吧？哟，好像还真的是哎，哦，真的是哎，看这儿，哎呀，油锅呀啊，油锅，下油锅，看这个表情啊，相当的生动啊，嗯，这个有点少儿不宜了，哎呀，不能看啊，不能看，直接少儿不宜。这个是个念呀啊，直接放在念里边了。哦，什么情况呀？什么都长了蛛网了。啊，这个怎么爬根呢？啊，为什么要爬根呢？看这个绑在柱子上边。哎呀，这里边这些东西真的是少儿不宜啊。哦。里边还有呢，哎呀，这里边去什么地方了？哎呀，实在是太热了。门，哎呦，看这儿，这还有台阶呢，去搂一眼。呦呦呦，什么情况？好家伙呀，好家伙！哟，哟哟哟！哎呀，这个已经塌了。看这儿，红脸的，关二爷吗？嗯，好像还真的是关二爷哎。哎呀，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地下室的，啊，有一个地下很大的空间的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。你看这块哎。直接掉下来了，哎呦，看这儿，哎呦，好家伙呀，好家伙，这什么呀？哎呀，这里边这个水都成了黑的了，好家伙呀！这个一共有三个啊，三间房都不太好了。看这块，这个是谁呀？这
这个地方好像是废弃了好长时间了。哎呀，这个草实在太鲜了，还是不往里走了，实在太热了，兄弟们，我的天哪，后半夜还这么热呀。